这个就是金板 Hotel， 我现在就要去那边换我预约的车票。OK， 我现在就是要跟他换一下那个车票。他搭巴士的地方呢，就在那个巴士按奈所正前面，这就是按奈所，这就是巴士站。几点出发？哦，就是这个巴士来了，黄色的巴士。一个位呢？你要从名古屋大阪也可以搭。あのバス停でエリーと合流した。エリーね。这是エリー。现在蛮早的，平常十点我应该还在睡觉。然后这个巴士要搭大概90分钟，所以我要先睡了。还要过站吗？还要站吗？我们现在到那个伊嘎了，伊贺 ，Thank you for coming， 伊嘎西西，拜拜。今からご飯食べに行きます。然后其实啊，因为我是第一次来，我真的不熟。刚刚问到，原来刚下车这边呢，这一栋里面就有可以吃伊贺牛的地方，它叫做 Haido Bia 伊嘎。哎，伊嘎牛してる？有没有？你好，伊嘎牛。でも聞いたことあるけど、食べるの初めて。本当なんかめっちゃ美味しいらしい、なんか。伊贺黑毛和牛专卖店，不知道什么叫做 ，grazie， 何語？イタリア語。イタリア語の和牛店に行きます。伊賀黒毛和牛専門店ステーキハウスグランツェです。这是他的菜单，哇，看起来每个都超级无敌好吃。惨了，不知道怎么选。今あのメニュー見てめっちゃ迷ってるから、店の人におすすめしてもらいます。ヒレが一番やばい。ヒレは一番柔らかい。经过我们挣扎之后呢，决定火车去点这间店最贵的牛排，伊贺牛芭蕉。芭蕉是以前好像是写台剧很有名的诗人，也是伊贺人。然后因为刚刚那个店比较贵，所以我们平衡一下，点这个店也是蛮人气的套餐，伊贺牛高虎 Takatola 是这边那个以前的将军。然后我们点了一个这个生牛，这间是啊伊贺唯一的生产直卖，所以它的那个肉才够新鲜，可以就是做生的牛肉。它是我吃点 medium 的啊，然后你配那个盐巴，才吃到那个肉的味道。吃到我很热，我就想脱一下我的，我是太热了。ごちそうさまです。我刚吃完那个伊贺牛，没这么想。我需要哇塞。你。これは。あの今着ていただいてはこうノースリーブの紅色夏天用的ピンクの。現在要跟エリ去看那个忍者ショー。私たちも出るね。出るかも。日焼け止め。在日本人才可以美白的那么成功，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忍者妆。要直直的射。啊！小失败，没关系，再一次。哇！それでは、我れれば盛大な拍手をお願いします。第一個目。失敗。跳近一点吗？どこまで前？我们刚刚在这边
然后这边呢就可以直接到他的那个天守阁。然后我们现在要爬到就是船的最顶端，他呢就是以前的将军，就是藤堂高虎先生。因为有虎呢，这边的吉祥物就是一只老虎。原来呀，伊贺城有全世界最高的石墙，很漂亮呢。这间呢就是有卖传统，就是手工艺神的地方。这个 Kumihimo 啊，我们可以做两种体验，一种是做手环，一个是钥匙圈。我想要做手环，他就让我们选颜色，粉红色、蓝色、深蓝、橘色，跟这是全金跟银的，我选这个。这平常出门真的都可以戴。我一定会带。刚发现他真有一个超级可爱的 Q B Ninja。你看他身上这个绳子啊，就是我们刚刚做的 Kumihimo， 超 Q。哒啦！我刚刚买了这三只，因为我觉得真的太可爱了。然后我想要感谢，就是平常大家看我的影片，所以我决定要把它送给大家当礼物。这三只可爱的忍者 Q B。OK， 我们就是已经体验做那个 Kumihimo 的手链之后，我们要去找一间这边很特别的 Neko Cafe， 因为这里的 Neko Cafe 呢是有忍者猫。到了这一间，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去的Ninja Cat Cafe， 它店里面很多都已经是有那种猫的装饰。那我们就是要点一个饮料，然后就去找那只忍者猫。我们找到恰恰了，恰恰超级可爱的。Hello， 看它背后还有背着一只剑。然后恰恰呢，他其实不是每一天都会在，要看运气。我真的 lucky， 今天就刚好有碰到恰恰在店里面。然后听说恰恰不喜欢就是被别人抱，所以你看他真的不喜欢被别人抱。然后他现在就是要现场做啊。快带！快带！快带！勇哥！这间店呢，它可以就是让你试投手里剑，投五次是200块，我来投一下，一个哟。哎，这么硬！现在专家在教我怎么丢手里剑。我把手，我把手。哇！哪里？哇，我们在这间店呢待了比想象中还要久的时间。